你吃一颗。这个月是同样组，都同样。对啊，两，因为假日班也满了。你们放在哪里吗？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他吃了一颗，不好吃。好吃吗？不然你报11点的手作啊，我们下月底有手角落生物。你还要吃吗？的钥匙圈，今天的是那个 Elsa 的，礼拜六有事啊。礼拜三，他们有上课。还要吃吗？哦，瑞，我们好不好吃？好吃吗？给妈妈吃好不好？所以这个月的烘盘都长一样。好，那我拿给你。好，那给你一颗哦，哈，来自己拿。妈妈一个，我一个。好，你拿一个，我拿一个，来，你拿一个。所以我想说，这个是连续，但是我不是很多。好，妈妈拿一个。好，妈妈拿一个。我觉得下午你要吃他们两个，要拿到我晚上。这个会起床，这个不会起床，这个会赖床。我们有时候早上很难吵，因为大家老睡。对啊，我知道，嗯，两个作息不一样了。妈妈吃，好，我吃，弟弟吃。妈妈吃，我吃啦，好，啊，嗯，嗯，好好吃哦。8月5号，有手。我们其他带回家给爸爸奶奶一起吃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把它收起来给奶奶、爸爸吃，一起吃。是弟弟做的馒头，哎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弟弟做的？